意思就是这样，他不干，他那个说的，他那个，他那个不能，你已经知道他不对了，你还来责怪警察？你不能这么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说，我们两个，我说你上桥子上来，他厉害了。哎，对呀，他一个老头子，他一个小小子，他哪去？他一个老头子，他老头子没反抗，他老头子你这样子，不能这样，那就是干嘛？他也没有给他，我让他回不回去？我让他有没有让他回去？他不正常，你不能弄他，他不正常，他是不正常，他不正常，他老头你弄他干嘛呢？你不能这样喷他，你知道吧？你把他拉回去好了。就是我们都错了，明年说就是这个小区我们不管了。你错，你对的呀，是吧？对的，但是你太厉害了，你懂吗？这样啊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，是，他不正常呀，脑子不正常，他那就得喷他干嘛呢？他杀人也没有死刑，脑子不正常，你懂吗？我怎么跟你说？我每天晚上他如果跑出来，我都要跟你说。李伟干部，他不正常。李伟干部，我是说正义的呀，我说是就是的呀。不要拍，我有意思的呀。你要拍没关系，他拍是正常的呀。但是你不能掐头去尾，我在处罚之前拍没拍？正常的呀。他是那现在脑子不正常的人。我问你，而且也是当兵的，你有没有从头开始拍？就是他跑出来，我在执法的时候开始拍。我没看到。对呀，我现在你现在只是看，我现在跟你说的多道理啊！你现在只是看到我处理完了之后你开始处理完了，但是我看到你拿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还没拍了。没事，你可以拍。你找他，我还没拍了。我跟你讲清楚啊，你不要掐头去尾，你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，没问题。现在拍也不迟的呀，我们就了解情况啊。了解情况，那我问你，戴口罩了没有？没的，不戴口罩是不对的，是不对。我们没说他对，应该下楼吗？但是你不能拍他那辣椒水，他一个老头子。那你让我怎么知道？他脑子有毛病，你劝他上去。他脑子有问题，可以吧？你劝他上去可以吧？你自己问问他，我劝过他多少次？你辣椒水可以吗？我这位老师也劝过。你不要罚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你这么可怜吗？我俩保你他，你不能喷他的，你肯定是暴力，暴力执法，你是暴力执法，暴力执法，知道吧？不能这样，是不是暴力？你他妈不要指我！你指着他干什么？指我！你指着干什么？不要指我！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对吧？你指我干什么？不能在那里搞分，他脑子不正常，他不能这样，他是好人嘛，他就不下来了，好吧？啊，你拿辣椒水他怎么了？他一个老头子，而且他也。上一次你几次了？自己在那边坐着。我不要拍了。你口罩戴了没有？我口罩怎么不没戴？你口罩戴了？我怎么没戴？你真戴了？不能这样，你辣椒水不能对他喷呀！不能这样执法，知道吧？你要传出去，你执法，你执法啊！我知道你我呢？我可以说，我以为老板呢？哎，那你为老板真的有寸头？你得了哪种？你不能执法执的太厉害。我目的啊，他一个老头子，不要执，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要执，你也不要执，你先不要执我，你也不能先说了。他先指着我，那你不对啊，你不对啊，你不对啊，你不对，那肯定要拍的，肯定要拍的呀，肯定要拍的呀，好了呀，肯定要拍的呀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掐头去尾的。你也不要指我，你不要指我，知道吧？你说野蛮执法了，就一个老人，一个老军人，他是老军人呢。我跟你说，你自己把他开开，口罩戴了没有？口罩没戴，他脑子不正常。哎，听懂了吧？你怎么知道他脑子不正常？我一个在一个楼里边，我怎么不知道的呢？在一个楼里边，我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拿那电脑，你不能喷那辣椒水，你还要拿电鳗捣他打。这么多小区，我是为了小区所有的居民来执法。对的，你这说的是对的。你不能劝告他，但是你不能跟他上诉，他不是犯罪啊！你不跟他，不能跟他上门，你不能对他喷辣椒水啊！老头子了，你上门干什么去？他是老兵嘞，老军人了，他老兵，都回去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是老兵呐，都回去，他老兵，比你老了。你这个好小子，执法是对的。你这个说野蛮执法，你不能劝导他呀，人家。这小区不值得一个人吗？这个小区是不是就他一个人？他不正常呀，人家不正常的。你这个小区是不是就他一个人？所有人都可以不戴口罩。警察也不是第一个，你他不戴口罩肯定是不对。但是你现在做肯定不对呀。我现在跟你说，你喷那辣椒水你就肯定不对，因为不对了。你过度，我就肯定自己认为对不对。过度，我叫他回去他不回去。你认为对不对？你过大执法。你叫他回去是对的呀，但是你不能喷那辣椒水啊。对不对？
对吧？如果有需要行政复议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奉行有行政复议的，好吧？好高啊，这个警察！你凭啥把他一个老头子，把轻松这个老头子，能不能把他拖回去？现在他还没戴口罩，他70多岁的老头子了，老军人呢？你是我来拖，还是我来拖？你劝到他呀！你不用拖，我劝了呀！劝他，看到他去劝一次，叫他回去就行了嘛！不止一次，你不能喷辣椒水呀！兄弟，他是老军人了，知道吧？那个警官太厉害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好吧？回去好吗？我们是110来了。哎呀，不用打110，110就在家呢，好吧？你代表不了110，你代表不了110。你代表不了110，什么110在这里啊？你代表110呢？我为了这个小区，所有居民我来执法，你是为了哪个人？你过度执法，我没有过度执法，对吧？好吧，过度执法。你撑到他回去是对的，你不能喷他辣椒水，知道吧？是我眼睛，他说是他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来，啊，对不起，人家啊把他喷了，人家把他喷，弄啥呢？110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小区警察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他也是新来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哥男呢，在底下走肯定是不对的，他没戴口罩没戴肯定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们的邻居看你那个小民警说他太厉害，我们看不过去。人家去了那个老头，因为老酒治好的，你何必要拿个辣椒水喷他呢？辣椒水你劝他上去，你劝不动，你叫我们小区的人劝他上去，不是好了吗？你这个过度执法不是引起人家这个小区居民反感吗？本来现在社会就是这个百姓跟这个执法部门脱节了，是吧？上去，都上去，好吧？你现在过度执法，我们老百姓看不过去了。那个70岁的老头，你们有必要喷辣椒水吗？有必要啊？啊，好了，回家好吧？所有人都回去好吧？对，不要再居家隔离，咱们这个是阳性小区，好吧？警报都没有，我都看不出来已经到多少了，对吧？好吧。现在有7-8个人都是我们小区的，人家看不惯你这个，懂了吧？执法过度，人家欺负一个老头子，回家。